原标题：明江元崇焕之死。公元1616年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，起兵攻明，并在两年后攻下抚顺。四年，明政府以180,000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，两军在萨尔许一带决战，明军大败，自此元气大伤。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。公元1627年，天启皇帝病逝，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，年号崇祯。此时的朝廷黑暗，宦官专权，边防危机，民生凋敝。崇祯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，懒得让他有点惊愕。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，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？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。1627年10月13日，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的崔成秀，七天后崇祯帝免除其兵部尚书职位，自此揭开倒位大幕。魏忠贤的同党被一一铲除，其本人也绝望自缢于旅店。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，他一方面进行内政改革，重振朝纲，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，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，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。这一决策已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，他就是曾经为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。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那一年，袁崇焕考中进士，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。1626年，袁崇焕孤军驻守辽东，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，努尔哈赤重伤而退，不久病死于沈阳。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，他在辽东精心布局，加强防备，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。在崇祯帝看来，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辽东的重要一步。崇祯帝升任袁崇焕的一兵部尚书，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。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中，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皇帝说，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，全辽可复。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，他竟不以为意，轻描淡写地说辽背上一耳。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，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，不是当年萨尔浒之战之前的情况了。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是后金的地盘，他们采取攻势，明朝节节败退，采取守势。明朝最后的山海关外沿基本上没有什么力量了，已经回天乏力，也只能守住山海关。在这种情况下说这样的大话，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。短短几年后，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。到任之后，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，五年平辽远非易事。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注意。公元1629年6月，袁崇焕先斩后奏，以12条纲斩之罪擒杀毛文龙。袁崇焕发誓说，我若不能恢复辽东，愿使上方以谢耳。实际上明朝的后期党争很厉害，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，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，甚至有人以此写书来揭露此事，因此就埋下了袁崇焕跟相当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。而作为一个军事统领，每到一个地方要树立自己的威信，镇肃一方是必要的，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。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，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，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。毛文龙一被杀，这些人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，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发生了变化。善用上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，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于他的信任。毛文龙被杀之后，侧后方对后金的牵制丧失了。
公元1629年10月，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，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，史称几次之变。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把守的宁远、锦州一线，绕到哈拉慎部，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，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。遵化城距北京不过200-300里。11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，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、冀州、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，不应退守通州、昌平，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由，率军直趋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，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。部下劝他说，外镇之兵为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，万万不可。袁崇焕却说，君父有疾，何妨他许，苟得济世，至死无憾。他随即率领9000官凝铁骑，日夜坚持，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。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，朝野舆论哗然，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着急。11月20日，袁崇焕军与后金军在广渠门决战，袁崇焕身先士卒，明军大胜，皇太极退兵。第二天，皇太极故意放回那被俘虏的太监，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来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。太监说，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下在低声耳语，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，事情很快可成。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。12月初一，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，当庭宣布将他逮捕下狱，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勤王之师。后金兵退去不久，崇祯皇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，死状惨不忍睹。即使不是作为卖国罪行而死的话，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。他是崇祯皇帝看中的能臣，却不是崇祯的近臣。在袁崇焕的政治生涯中，他最没有注意到的那个时候，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，那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。比如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件事，就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记恨，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现在正是时候，这些人要推动这件事情，让袁崇焕死无葬身之地。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，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。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，然而其决策武断、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。无论如何，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，死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明朝自毁长城，最后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。诚邀有志之士投稿、原创或推荐好文章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。邮箱 10700701@qq.com。 声明，本文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，仅供参考，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